Hello，腾讯网友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尊。首先介绍一下你这次在《开心魔法》里边的角色。那在《开心魔法》里面，我是演土系的一个魔法师。对，那在里面呢，我这个角色其实是蛮环保的，我很注重环保。然后我拥有一些魔法，然后在戏里面有遇到一些事情，然后要用自己的魔法去保护这个世界。其实我蛮喜欢看的啊，对啊，因为我觉得这种题材其实不多，对，然后我觉得要把它拍得好也是一种挑战，对。那时候呢，跟叶伟信导演一起碰面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讲这部戏，然后那时候剧本大纲什么都没有，所以那时候就要决定说要不要演这部戏。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我听到要跟叶伟信导演一起合作的时候呢。我其实，哎，什么东西都不管了，因为我很欣赏他的作品，对。然后之前有跟子弹大哥一起合作，子弹大哥也跟我说，假如有机会跟叶伟信导演合作的话，要去争取。所以很开心，我真的是终于可以跟他一起合作了。然后完全冲着叶伟信三个字来参演的这部电影。很大块是冲着导演，对。然后我觉得，因为一开始导演没有剧本嘛，然后稍微跟我讲。跟现在拍了一个月，那个感觉其实完全不一样。前面的时候是很担心，对，然后慢慢的你可以看到导演他很用心，在每一场戏，他都很要求完美，他一直改剧本，一直改，然后让你自己演员拍戏的时候呢，也觉得有一种成就感，因为你觉得说我真的是没接错，对，我很喜欢，对。动作戏其实是，一半吧，我觉得有一半，对。然后它其实这部戏《开心魔法》，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是像喜剧还是什么，其实我觉得它有喜剧这一块，然后它有魔法这一块，还有打的这一块，所以我觉得是蛮丰富的。有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电影我那时候小时候就很喜欢看了，然后我。这部电影《开心鬼》系列的都在文莱非常的红，然后我爸来探班的时候还跟黄老板一起拍照，对，大家都很欣赏他，所以可以跟他对到戏，其实我觉得自己很开心，对。会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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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啊，因为我觉得这个题材其实是蛮新鲜的，然后蛮有趣的，在拍的过程中你也会学到一些。不一样，新的东西，对。对手戏比较多一些哦，其实跟大家都蛮多的，对，都有，跟每个人都有，对。更有默契一些哦，我觉得跟吴京拍打的戏，其实大家默契还蛮不错的，因为大家都知道说。这部戏打的方式不像在拍武打片这样子，反而是有一些魔法，有一些飘逸的感觉，对，所以拍起来都蛮顺利的。它其实有很多是吊钢丝，然后有很多是要用幻想的，对，然后有很多是有一些魔法，有一些电波什么那一种东西，所以，我说实在的，我都还没看过，我都还没看到，很多都是想象力，对，对，有一些都是在 green screen 的前面拍，然后，对啊，有很多都是要靠幻想，对。我第一次演这样子的题材，然后我觉得。非常的有趣，然后也非常的期待，因为你没看到东西，你在演的时候可能你都看不到那些后置的东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所以到时候出来的时候呢，一定是很不一样，对，其实蛮多的，因为青春，因为我。
因为我在戏里面我要找人家帮忙，然后就在一些他们那些一般女生，其中有一个有魔法，然后我就叫她来帮我这样子，所以从头到尾都有跟他们对到戏。表现当然，新人他们的表现当然，你不可能去要求说他们是很会演还是什么东西。可是我觉得起码基本的东西他们都做到，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态度很好，他们很用心去学习。我觉得每个新人都是这样子最重要。像我之前也是一个新人，然后我觉得最重要是你很感谢人家给你机会。那我觉得我们现在也应该要给新人机会。只要是他们态度是好，很努力的，对啊，所以他们很好啊，对啊，那我觉得《开心魔法》这部电影其实是一个非常新的题材，然后也非常有趣，因为有一些魔法在里面，然后有一些喜感的东西在里面，然后我觉得大家很用心演，然后我觉得可以跟叶伟信导演一起合作，其实自己觉得非常的开心，所以非常期待这部电影，也希望大家会多多支持《开心魔法》。